法师，你以前讲经的旧影碟啊，有已经不能再播放了啊，应如何处理？啊，大概是旧碟这些录像带、录影带、光碟这些东西啊。已经不能再用了，你可以呀、拿到净宗学会呀，让他们给你处理。啊，我看我们净宗学会呀，处理这些废弃物啊很多啊，给他们一道处理去。啊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